Oh yeah! Slime!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ir 毛，欢迎收睇我嘅频道，欢迎收睇 Resident Evil Revelation 2， 哈哈，开始录二啊，出牌机。咁大家唔好见到个封面好恐怖啦，咁但系今日咧，我并不打算咧同大家去玩啲咁恐怖嘅场景噶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翻啲先。嗱，咁我哋按下任意按钮。不过其实我觉得只眼睛有几有型嘅。Resident Evil，Resident Evil， 惊死唔知咁，知啦 ，Resident Evil 嘛。嗱，啟示錄咧係一個新唔係另外一個系列啦，咁佢並唔係一舊 game 嚟嘅。我驚有人以為，第二集咪真係舊 game 咯咁樣，新 game 嚟嘅。咁咧，冇連線啦，唔要連線。咁呢 game 咧就啱啱出啦，咁喺 PC 同埋 PS4 都有嘅，咁 Xbox 有冇咧我就唔知啦。咁今日咧並不是打算咧同大家玩佢嘅戰役啦，主線咧我就覺得一般啦，都幾好玩嘅。咁但係真正好玩嘅地方咧，必須介紹就係呢個突擊模式啊。要开始突击模式吗？系啊，开始系啊，冇连接啊，吹啊，唔得啊，开始啦。系因为我呢两日网络唔稳定啊，成日咧如果网络唔稳定玩呢个突击模式咧，佢会轻下嘅，所以今日我决定玩翻呢个嘅offline 模式。咁有乜分别咧？就入到你就知道了。OK， 检视下载内容当中。哇，好靓仔啊！冇错，呢个就系故事嘅主角，个故事嘅主角就叫透明人。冇错。透明人在这个故事主角他叫 Edward Slime Max， 其实并不是透明人，这个呢他是其实可以换衣服的，这里有个衣架就可以换衣服，这个游戏其实可以双打的，但今天并不算尝试双打，因为这个系列其实我在国语频道有连载的，大家有兴趣呢可以看看那边有示范双人究竟怎样玩。好啦，首先呢一开始揀个人先啦，随着主线一直下去他就解锁更多人物给你玩的。咁呢只咧就系我用嘅角色，佢叫 Moria， 好似系叫 Moria， 我唔好记得啦。咁咧可以拣武器嘅，咁当然啦，武器梗系拣啲强劲噶啦，呢啲适合我用嘅，梗系啲火力猛嘅嘢啦，系咪啊？一把散弹好基本啦，麦格龙即系咩啊？即系左轮啊？即系咩啊？即系Magnum 啊？即系 Magnum 啊？好劲嗰啲啊 ，Magnum 啊！咁装完武器啦，咁个技能啊，咁随住你角色升等咧，可以升级呢啲技能啦。系啦，咁我而家有啲点数啦，咁我可以用咗佢先。系啦，咁我打算咧成为一个近战嘅大师啊，所以我不断升级呢一样嘢先。跟住睇先，呢个有冇得升啊？呢个唔够啊，好贵啊。好啦，咁咧就返回啦。同埋好得意嘅呢个游戏确定系按差嘅，跟美版嘅设定。好啦，升级武器，咁我而家就唔升级武器住啦。讲到废话，开场啦，系咪啊？即刻开场，主任务。嗱，我就尝试一啲简单少少嘅关卡先。求其啦，求其拣关出击。因为我一个人打咧，我都有啲担心啊。因为平时咧，通常我都系双人打噶。咁咧，游戏咧暂时突击模式咧，我觉得好精彩嘅突击模式，真系好精彩，好好玩。咁我咧非常推介大家玩啦。咁但系而家 PC 版咧，好似嗱唔系好清楚，因为我唔系玩 PC 版啦，好似未出晒所有章节咧，就未有得玩突击模式住嘅。因为 PS4 咧佢又有啦，不过我都系一个章节一个章节咁玩。Mission Start 嗱，呢个咧就系一个计时嘅副本啦。咁就系咩意思咧？就系要计时啦，冇错啦，战斗啦。战斗啦！哇哇哇！啊！插爆你啊！就系咁啊！丧尸无双见过未啊？系佢见过啊！做咩啊？冇啊！放开我呢个贱人！呢个贱人四爆个头！系啦，咁俾人打下唔紧要嘅，俾人摸下冇所谓，因为咧出嚟。爬咩嘢？你都爬咩嘢？肥堆过嚟，爆你头，爽啊！咁咧，佢个设定系几好嘅，换武器咧非常方便啦。咁上下掣就换到噶啦。咁呢个就系 Magnum 啦 ，Magnum 就相当犀利。可以示范俾你听 Magnum 有几咁犀利。嚟 ，Come on baby， 8000啊，见唔见到啊？帮我打台痛啲啊！你做咩啫？做咩啫？你喺度？啊！插爆你！因为如果我升级咗我嘅我嘅近战啦，所有近战系有点厉害。呢个爆炸仔大家小心啦，会爆炸。冇错啊，而大家所见系会爆炸。同埋敌人系有趣嘅，佢有唔同嘅属性啦，系几得意嘅，佢有唔同嘅技能嘅，玩到咁大。
你见到啲怪好似好脆咁，但系因为其实我玩翻啲旧少少嘅关卡，所以系相对会脆少少嘅，唔需要咁紧张。爆爆箱啦，等乜嘢啊？执子弹啊！诶、欸，好得好得 ，Let's go baby！ 嗱、呢箱咧就可以解锁一啲攞到啲武器嘅。啲武器用嚟做乜呢？非常重要，啲武器用嚟一枪一件。我装咗咧个冰冻嘅技能喺我把枪度嘅，所以咧可以讲话系为之 very good 啦。呢一爆炸佬又嚟啦，爆炸佬要先怼，因为近距离打佢咧好危险啊！今晚过嚟啊，你哋一齐。咁我有啲意外嘅就系，我觉得用手掣玩呢个嘅一枪搞掂你啊！用手掣玩呢个射击游戏咧，我系觉得好难嘅。咁当我玩完啲游戏之后，发觉原来系好爽快，因为有个辅助瞄准啦，咁就系相对会易瞄啲啲咁多，好快走得。所以咧，我自己就我琴日啦，同我同事啦，两个人咧，即系大魔王啦。如果大家有睇开，同大魔王打咧，打呢、這个打到凌晨三点几，简直系为之 very high， 打咗一大。喂，做乜啫你？我个尾刀好唔好？插爆插爆！系啦，其实可以踎喺度打嘅，踎喺度打咧可以减低后坐力啦，嗱，譬如咁样啦。但其实用机枪系或者用锥先需要咯，呢啲散弹就唔好需要。咁我梗系唔得，轻松啊，轻轻松松邓紫峰，嚟嚟嚟嚟嚟 ，come on baby， 喂，冇子弹啦我，哈哈，阴你只傻猪，边度冇子弹咧？好，装个弹先。嗱咁方制就可以装子弹。喂，火有火人喎，火人 hello， 一齐爆啦你哋，搞掂你啊大佬啊，系咪啊？大佬系咪你啊？过嚟啊，过嚟，过嚟，过嚟，好惊哦，爽快，差唔多到结完啦系咪啊？完啦系咪啊？呢一关咧，其实你见到直路好多啊，如果用追咧，亦都系好爽啊，用追咧一枪一件感觉真系好快。不过而家我得一枪，因为我的武器比较 OP 啲啊，打翻以前的关卡。咁 X 掣可以跑啦，但系唔可以一直跑嘅，跑就会扣。哇，穿透啊，两只都死晒。跑系会扣呢个嘅，嗰叫乜嘢咧？即系会喘气啦，总之啊。好得意嘅，你见到咧，其实有少少三国无双嘅感觉。冇个尾刀先，哎呀，踢爆你。咁 R 2咧，如果佢系晕嘅状态，咁 R 2咧就可以冇尾刀。即系踢佢啊，或者跌落地之后再插佢一下咁样，完成，完成呢副，喂 ，X X 喺度，喺度，啊咋，爽 ，Mission cleared， 好好玩啊！你见我玩得特别 high， 因为我真系好 high 玩得游戏，我真系中非常中意，非常 super nice， 大屠杀，冇错。得到呢啲零件咧，我哋就可以去鉴定佢系啲咩嚟噶。得到咗黄色系特别好少少嘅，相对嚟讲，你见到个星星嗰啲系特别好少少。好啦，跟住可以讲解一下游戏系统啦，系咪好玩？系咪好玩？系咪好正？系咪好正？即刻想买系咪？我见阿轩买咗个 PC 版，咁我嚟紧咧，我系玩紧 PS4 版啦。如果有睇下有冇人买咗 PS4 版，可以同我连线啦。而家呢个，因为突击模式可以连线嘅，咁就。睇下黃牛同年線啦，我覺得好正，真係好正。好裝一裝呢啲鑑定員，你可以唔鑑定都得嘅，直接買啦又得。咁但係我通常都會鑑定咗佢，因為其實一開始錢咧就相對比較充足啦，同埋咧啲零件係可以升呢嘅。嗱、呢個冇得升呢，係啦。咁我哋睇下升級武器啦。頭先冇睇到升級武器。嗱，有一把好搞笑嘅反物質步槍啦，好勁啊呢把嘢，但係得五發子彈，但係就冇得填裝，即係成場戰鬥得五發啦。相对就会渣啲啦，咁呢把就追啦。头先我用嗰把咧就系一把散弹嚟嘅，嗰把系非常高咧嘅散弹嚟，14咧喺个阶段系非常高咧。咁我自己又装咗三个零件俾佢嘅，咁就系呢啲啦，就系增加散弹嘅 angle 啦。敌人越近功率越高啦，所以你见到我特登等佢埋埋先爆佢头啦。射击速度提升，咁呢个就非常重要嘅，咁可以连发啦，同埋提升个弹夹或容量，呢个都系非常重要啦。不过呢个其实相对系啱机枪用少少，不过求其啦，唔好重要呢个。跟住另外我把麦林咧就系呢把啦，麦林啊，麦林号呢把就把麦林啦。佢麦林劲在乜嘢咧？有吸血啦，如果秒佢嘅话可以回复3%生命啦，其实几多？
跟住大兵属性啦，所以大家见到我射到劫兵啦。跟住另外呢个就系提升佢嘅蛋加蛋甲啦，都系我最中意加蛋甲，我觉得好正，好鬼正。好啦，呢、這个就系、是、呢、這个游戏简单嘅系统啦。咁呢度咧仲有一个好坑。好坑嘅系统啦，叫商店。你游戏里面赚到嘅钱咧，就可以买啲枪咯。因为呢啲枪其实可以喺关卡打到出嚟嘅。咁但系有时咧见到一啲好似几幽型喎 ，Magnum 呢把水望好似劲啲喎，咁有5700，咁系劲过我啲，有时都会想买。咁嗰把反物质枪就喺度呢度买啦，商店。好啦，咁至于双人模式咧，佢有个好得意，可以稍微试一示范下俾大家睇一睇。双人模式系咁嘅，分割画面，确认。嗱，咁我哋自己同自己打，我就唔 possible。我俾你睇下个画面嘅啫。Option， come on， 好，拣一拣人先。诶，咁错仔哦。No， please don't， please don't， please don't， 哒哒哒哒哒哒。嗱，见到咧双人模式就系咁样分屏，其实有少少好笑噶。咁样分屏，你见到系咯，嘥咗好多位啦。不过我自己觉得咧，一开始有啲唔惯，但系睇落咗都 OK， 不过大家喺手机度睇会辛苦少少咯。好啦，咁我哋打一个难啲嘅任务先，睇下大家睇下我一个人点打啦。一个人就有啲难嘅，我觉得。不过即管可以试一试，因为通常咧我后边啲副本都系两个人打嘅。好嚟，呢关我都未打过啊，讲真，试一试佢。后面的敌人会多很多技能，譬如有绝对领域、不同冰属性、火属性、雷属性，很烦的。火属性就是你一走过去就被烧，跟着你打他就会爆炸。冰属性就是结你冰，还有你打爆他会有一个动气令到周围的人去 control 控场。好 mission start， 有点紧张。这个有些场景就是生化6的场景，好像我就不太熟，没玩生化6。Hello baby， 哇！一嚟就嚟个 boss 咩？一嚟就 boss 咩？你见到我好鬼厚，嗱咁圆形开一个快速，我死一件。嗱我发哥唔够子弹嘅，所以咧，我飞，哈哈，神就位啊！哇，咁都唔中咩你？我啲炸，个爆你只脚，哇，爽快到满分。咁我呢个角色咧就系特登升咗个匕首嘅攻击力嘅，所以你见到咧匕首打会痛噶，200几，咁其他人系打几十嘅啫，应该系同我系超高速，同埋我呢个角色嘅特色就系有得用汽油弹、炸弹啊，特别多嘅，特别劲，咁可以升 upgrade 啲。有敌人又出嚟啦，入定子弹先，7入子弹。同埋子弹数量有限啦，咁就必须要小心。死啊你！大只佬系咪？系咪你？喂，走啦咪你！哦 ，no no no！ 哦哦哦，突然出现，哦，吓死我，吓死我！啊！射爆你啦！好味刀，插啊！赢到爆系咪先？我睇唔到啊，敌人边啊？好味刀好紧要啊，悭子弹必须。嗱，嗰味都同埋都唔同狀態噶。敵人咧喺嗰邊，呢邊睇下清曬未先。我驚俾人偷襲，掟汽油彈先。哈哈哈！死未？喂，跳起咩？咁惡死？覺得未？覺得 ？Let's go！ 嗰邊有嘢拎，好彩望到，如果唔係就嘥曬啦。零件啊，唔好用嘅零件。Let's go baby， 有冇敌人啦、啊？身在上面喎、哦，哇哇呢只敌人好烦嘅，与其输爆先，好烦嘅嘢。过嚟啊！喂，跳咩你？跳咗咩啊？喂，打追到嘅你，插死！跳得你咁衰，你又跳咩？插死！又高尾刀，爽爽。喂，又系你啊？喂，入子弹，喂，搞错啊！我好爆咗只嘢，好烦啊！入翻咁难，哇！走走走，哇！冇 SM 哦，我入分子弹，入子弹先，出去先，出去先，唔好过嚟你，唔好过嚟啊，唔好过嚟啊，我黐线噶，我未到，插插插插，哇！呢啲嘢好烦嘅，呢啲好烦，呢啲有几烦咧？一次俾大家知啦，会爆炸，最惨系会炸到自己嗰下惨。
喂 ，Hello， 同我玩啊？死啦你！爆炸啲嘢炸死你 ！Yes，Yes， 仲有，好味道！嗱，见到前面有只有保护盾嘅怪啦，有保护盾啊！嗱，两个人打保护盾咧就好多，一个负责勾引佢，另一个打佢屎忽。喂，你又变身啦！爆炸之后快，好啦，我试下掉汽油弹先。哇！炸死佢，机会嚟啦，飞云，自己死咗嚟，未死过，另一波唔会未到噶嘛？我变咗另一只啊，惨啦！哇！唉，食屎啊，食屎啊，食屎！即刻食草药，食草药。好，走唔切，走唔切，正如走唔切，执个子弹，冇子弹。嗱，应该打晒啦呢个区域，上面嗰个十四地雷，地雷可以唔使嚟。即系地雷先我引爆嗰啲啦，哇，超紧张，超紧张，呢一关一个人打真系有啲辛苦。喂，麻行女喎，打弱点，冇错，呢、這个就弱点啦。Maglock， 我冇子弹咩？好唔专业喎。喂，入咁耐咩子弹？好彩穿透啫。你去边啊？见到啦，弱点，见到弱点。有啲辛苦，唔好夠子彈，因為退一退先，退一退先，又嚟。喂，火人啊，大鑊啦呢個，火屬性咩？有啲驚會爆炸，因為喂咁大鑊咩？弱点喺边啊？你粉肠冇弱点嘅咩？弱点喺边啊？粉肠手系咪啊？见到啊！脚一脚，哇哇！冇子弹啦，大镬啦呢个！冇子弹，冇子弹啊！我想上啲楼上睇下冇子弹我先。大镬啦，大镬啦，大镬！呢个会爆嘅嘢，小心！哎呀，啊顶！咁都炸到咩？我揿错掣，我谂住闪避嘅时候揿咯，揿咗向后碌，呢度有个爆炸掣。冇子弹我咯！喂，有狗咩？有狗咩？搞错啊！吓，救命啊！啊，死啦我哋！好啊！啲狗走开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补血先。过嚟啊！喂，冇子弹，哎，又要入子弹，失策，失策呢个真系失策，失策。喂，唔好搞，呢两个喂唔好搞住啊！唔好入下子弹得唔得啊？咁矛嘅你哋，辛苦。我决定企入子弹，我同你哋先。你过嚟啊！系咪你啊？趁我冇子弹时搞搞阵，系咪你啊？屎忽鬼！真系屎忽鬼！哎，攞翻两粒炸弹咩啦？大镬，有 boss 咁点算？两个人打真系好痛苦，我咪应该带晒两支麦林入嚟，系咁数嘅。好紧张啊！前面有冇补给啊？俾啲补给我得唔得？呢个应该冇敌人噶啦，因为下一局喂、哎、有补给啊！麦林 ，yes， 明明听下子弹先。咦？东门喺边啊？都系出边。Where's the door? Hey, where's the door? 诶、欸，仲有门咩？唔通喺后边？哦，呢度有道门嘅，正呢度有嘢落。子弹，哇，又系你啊！我好怕你呢个。啊！打掉你啊！敌人呢？又系你啊！啊！急爆你啊！哇哇哇！黐线嘅，唔得呢度要退啊！呢度要退，要退要退，太多怪啊！杀吧你哋！哇，好惊嚟咗！
超緊張。哇！一講後面出嚟咩？喂！喂！哎 ！shit shi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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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hit！仲有冇啲人？我冇血嚟噶，紧张啊！我冇血啦！哇，唔打啦，我翻线啦！好厉啊，黐线！嗱，呢我真系好厉害，头先真系有啲紧张。一个人打嘅时候咧，冇 backup 系好辛苦嘅，同埋。我呢個角色咧，唔算係好多槍械起身，因為有個角色 Barry 啦，佢一開始已經我拎三把槍，係唔一樣。哇！我好多經驗啊，升到 level 十。黐線！黐線！係咪緊張到爆先？大家係咪緊張到爆先？冰喂，正喎 ，OK 喎，拎到個等級五嘅結冰喎，正。其實等級5咧，即係講緊佢兩個相同等級嘅合成啦。譬如兩個 level 1嘅合成一把 level 2，兩個 level 2合成一 level 3，如此類推合上去咧，咁嗰個零件就會越嚟越勁啊！哇 ，mission complete， 好叻氣啊！一個人打，睇下先，攞到啲乜嘢啊？火力提升，我用嚟。好，搞掂。俾大家睇下個合成先，呢度應該有得升級啦。呢個就係升級啦，兩粒一等嘅，再升咗一個兩等啦。兩個兩等，升一個三等 ，very good。好啦，啊，好緊張頭先真係黐線，緊張到一個點。頭先應該用呢一把散彈入咯，不過呢把散彈係得四發嘅啫。頭先我係呢一把有十發啊，十發就方便好多啦，唔使射入彈啊，入彈要入好鬼耐。唉，好緊張，好緊張。喂，大家睇下可以俾啲 feedback 我啦，覺得呢個系列點樣啦？如果大家覺得有趣嘅話咧，我都考慮下呢個系列可以喺廣東話度頻道都玩下。係啦，如果大家冇興趣嘅，算啦，收皮啦我。好啦，咁我哋今次呢段片咧先去到呢度啦。咁下次翻嚟唔知仲有冇呢個系列啦，睇下大家反應啦。如果想睇嘅，繼續俾 like 啦。今日呢段片去到呢度，下次翻。